诺克萨斯也好，德玛西亚也好，到头关了关了关了，他们有延迟，兄弟们，至少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开了一人马。我记得上一次是什么，上一次打中行的时候，我操，我开着那个东西玩了一整把还是什么，打比赛的时候。当时比赛比较紧张。是有这么回事吧兄弟们。我不知道是打啥来着，反正是有一个跟别人联动的一个情况。不是我自己播，我自己播的话肯定能注意到。之前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都把弹幕关掉了，因为紧张。真有这种可能是吧？就是，咱只是小感冒，没办法，那广东室内天气比较冷。话说我现在有没有鼻音啊，兄弟们？他前几天那个鼻音就一开始对吧，室内比较冷，但是过一会儿他就好了。今天这个是一直保持呢还是也好了呢？我自己肯定感觉不出来啊。就哎被拉扯了，哎无处可藏。 W 牺牲不得闪现第二段 AQA 砍出六加 B。杀你之前在你面前跳了一支舞，你可能欣赏。声音已经变了吗？速战速决吧。有点哑，我能感觉出来，兄弟。但有，就我是在想一个可能啊，他这个哑是不是我因为我已经加班了一两个月了嘛，每天都是播好久，而且我们的直播内容是那种一整把游戏什么20分钟，我要说20多分钟的话，也有可能只是话说多了。他们活不长。对吧，出科学流吗？是啊，你自己看，你们看这个阵容嘛，就我跟你们说一下出科学是什么原因。你看他们是不是都是战士，你出电刑就好比这个男刀是你，你现在看他们的阵容，你思考一下，你带秒人符文然后出穿甲，你能秒掉他们不？兄弟们，他们这个阵容你先想一下可以秒吗？就如果你能看出这个阵容，你判定你能秒或者不能秒的话，能秒就出穿甲随便你，不能秒的话那只能带征服者跟他们硬碰硬了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主播还在试图说服自己没养，明天见真小嘛。我得想一下，如果真的养了之后我们该怎么说呢？说实话咱确实也不想休息，别人都想着休息，就我不是内幕。无处可藏。啊哦。
AQI。打火男怎么打？打火男变形啥的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都给我哭！灭森灭森。嗨，兄弟们有火量，送点火量。不是说主播有玩瘾，这主播要巨播，然后什么保持状态，新赛季冲分啊，冲完分给兄弟们一个牌面，对不对？如果真休息了，那可能就是阳了，被迫休息。Q 闪 A， A 一下这个 W 刮死。你说说，还正好就碰上了这个峡谷之钉，马上新赛季了。不要妨碍我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羊最高38.5，我看有些营销号不是都什么四十度体温，那是什么个状态呢？兄弟们，无处可藏。主播为什么叫 Q 闪而不是闪 Q？ 因为它就是 Q 闪呀，闪 Q 有延迟，就是会闪过去，然后再执行你的一个，对吧？执行你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指令，那是不是它就是有一个0.几秒的一个停顿时间？那你这个 Q 闪是瞬发，闪过去就直接打出这个技能了。你知道剑圣的 Q 闪不？如果知道剑圣的 Q 闪的话，那就是。我们南刀的 Q 闪是同样的道理。QI。他要死了。Hello。非常好的一个月塔。你也想试试40度的吗？哈哈，我倒也不是很想。这不放吗，兄弟？要真的啊，真的有这种情况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啊说一下主播的一个感受啊。现在就38.6，说实话，这我也没什么概念呢。多休息，多喝水。平时主播，刚有人说，主播什么生活习
习惯还能养，不是还没养。就说实话，我也没什么干啥的，就可能就醒了吃点东西就开播。下播了，如果还有时间不困的话，练练英雄，备战新赛季。我都没出过门。所以他这个什么，我如果阳了，就其实我也觉得是有点没有道理。他没出过门，凭什么阳？有没有道理？哎，我操！一千没忘了拿了。这两个残血打断一下，不然咱对吧？这突然随便掏出一个吧英雄，那为什么主播就超神了呢？对吧？刚才那个高胜率的白金号打的钻石的人，我那妖姬只能说不能说很无敌，但是打高胜率的那种局也属于很难了。那种号咱这玩男刀经常也输，那主播刚才妖姬都乱杀，都是靠我平时私底下的练习。哎，一个大招缩短啊。外卖云，有这种可能。在西藏无人区都能养，那他们那个以什么为那个阶梯的呢？就西藏无人区那个是以什么给他传染的呢？干嘛？不要妨碍！啊，都没了，追吧追吧，等我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只有傻瓜。不慌，开个大给自己回血啊！等这个可选 ，Q 闪 A 可选 ，A 回点血凯旋，操了，怎么带的是他亲戚气定神闲？玄啊，玄没有你我怎么活？牛逼！无处可藏。谢谢一只孤独的鲸鹿送的血瓶。哎，四群的时候，四群到时候也得看一下，哎呀，看一下找几个管理。兄弟们现在可以加一下三群啊，970627，如果三群满了加一下一二群，26467838387986，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群了，好像有退了不少人，有空位，到时候四群我可能要找几个管理。杀手新赛季1月7号，昨天有弹幕说了1月7号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活不长了。
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！这个对局还是有点难的，不是说那么稳。1月7号，主播22号，如果真阳了，今天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。第一天是不是就是还没有感觉，兄弟们？其实我这已经维持很久了，就是我一直认为是这个环境导致的，啊，广东室内冷。我的头每天都会稳定发烫一下，稳定发烫一下。但我是觉得我是在那个，对吧？被子里突然出来，室内温度一下上升，因为它一下子就好。主要是每天，只是今天这个保持的有点久。不能，我已经好几天了吧，兄弟们？假。铁刀石认出来了。哎，你有被动，哥，你脚下有被动，装甲猴。我只是阳了，我并不是脑子卡了。你肯定不是阳的，话这么多。我的嗓子是现在是有点痒痒，有点小痒，然后有点痒。只是我的习惯是什么？我是认为直播不说话的话，不如不播。所以主播每次对吧，直播一整场，我操，我说的话是别人直播的好几倍。呀呦，他们活不长了。对了，别睡了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二个草，得血三个 ，W 一个大招，一闪躲一下，往这边再翻回来 ，W 遇上征服者 ，QA 往这边翻，完了什么？W 四个 WQA 强行杀一个平 A， 我还能跑啊，哥，走位，操！你不带这么玩的呀？我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啊，这不我跑了，底顶就上了，兄弟们。不过现在可能也可以上，把后面那被追的截掉，哈哈，太细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人而信。水汛多了，水中毒，你这话说的。
那水如果喝多了会中毒，那为什么喝阳了之后又得多喝水呢？这不前后矛盾吗？哎，猴子怎么在下呀？几个意思？速战速决吧。啥也在下？哎，我操，擦肩而过，哥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把他打掉。没打到他，没跟他碰上，有没碰到他好处，碰到了就杀他，没碰到就少撞一下。哎，哎，好害怕，就 AW。A Q A W A W Q A 拉个刀，哎，拿大龙，打野死了，他们剩下两个人过来也没用，一个辅助，一个中路，中路已经被我限制死了，他来了其实没什么作用。高成小子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小子，操！这两个不，这不是铁粉呐，兄弟们。